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婆婆，这锁心散对贪念之人果然有效。那是自然，婆婆下的蛊怎么会没有奇效？我们会尽快找到幻衣族人，然后到时候用上这幻魂笛，一定会将这些恶人一网打尽。一网打尽，说得好。是谁打扰了今日的良辰美景啊？回喜娘，是只狐狸。小孽畜，胆敢破坏我们的好事，看姐姐不收了你给婆婆做进褂子。这小东西真是阴魂不死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玄黄万法归章，急急如律令。破！走你！哼，还想跑？大人，哎，搞定了，可以都出来了。好，赶紧的，都跑了跑了。哎，镇长大人，邪物已降，你放心，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大师不愧是大师啊！大师，不成敬意啊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哦，闭上眼睛啊。
哎呀，漂亮！漂亮吗？漂亮！大师慢走，谢谢大师。小乖乖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不要怕，来，小东西，你这是讹上我了不成？我家那混世魔王啊，当年刚捡到的时候也如同你这般乖巧。哎，罢了，带你回家与不苦做个伴吧。往日经过，也未见花开啊。怎么了？很疼吧？谁？啊！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在下云隐镇陶然。外出采药，路过此地，不知姑娘在此，多有冒犯，得罪了。姑娘，人呢？莫非是我眼睛花了？你这小伤，踩住我的衣服不放，是何居心？姑娘，光天化日，姑娘在此沐浴，有伤风化，实在不妥。万一遇到歹人，那可就……那就什么？我劝姑娘，还是穿好衣服，速速回家去吧。哎，小伤，你把我的纱衣弄破了。这该如何是好呀？我，这……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劝姑娘还是速速。师傅，陶大夫，陶大夫，师傅，陶大夫，你这老头真是让人担心死了。老头，你看啥呢？少儿不宜。哎呦呀！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哪儿呢？师傅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啊？刚才在采药路上捡到的。那个，对，镇上出大事了。哎，昨晚上镇上一下死了7个男人。哎，快！你走，你还有时间在这张罗动口啊？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哎，走，快！等等我。哎，老头，等等我。这着急呢，你。
真是个呆子。哇，这是什么毒啊？我可是第一次见。一时间为师也难以辨认。还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。这荒郊野岭的是谁下的毒呢？哎，前几日镇上来了一个神叨叨的道士，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？小捕快，别乱说话啊！哼，是他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哎，冷静冷静，不要慌。是我一早就在这儿了，是你们打扰了我的清梦啊！哼，没有证据，就别乱冤枉人。依我看呐，先生有何高见？难不成又是掉进面粉堆里的邪物所为？嘿嘿，还真让你给说中了。这事儿啊，绝对不是一般人所为，这毒也不是一般的毒。哎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家老头可不是一般的大夫，连他都难以辨认的毒，当然不是一般的毒了。嘿嘿，这位小哥，北斗仙门辟邪保平安的香囊15文一个啊。什么人啊，真是的，骗子。哎呀，两位捕快大哥，别急啊，这还有。哎呀，15文两个，老头不能再低了。香囊，哎，要不要？去见宰人的，赶紧走开。妨碍公务，格杀勿论，懂不懂？哎，行，这就走。看来云隐镇不太平哦。走啊！哎，这就走。走远点啊！还没给钱呢，送你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帮忙？哦。小东西，小东西，着火了！谁在里面？你是谁啊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！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要叫了。哼！可是你说要好好供养我，把我喂得肥肥的，帮你去做隔壁的大黄狗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嘛。本姑娘芳龄500有余，你这个臭小子叫我老祖宗都不为过，还敢叫我小东西。这酒味你怕是醉得不轻，来小爷家蹭吃蹭喝也不看看小爷同不同意。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你可不要后悔啊。你要干嘛？当然是吃掉你呀。师父，救命啊。恩公，花枝不是坏人，花枝是九尾天狐，花枝是不会伤害恩公和不苦小弟的。师父，你看我这哎呀，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人家喝醉了吗？你叫花枝？恩公。
陶某此生从未见过这些怪力神说，姑娘，你怎么看也只是个小姑娘罢了。恩公，恩公你不相信我？嗯。啊！你们鬼叫什么？恩公，花枝不是妖怪，花枝是天狐。姑娘，既然说自己是天狐，那为何会受如此重创啊？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我为何会受重伤呢？天狐，不如姑娘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恩公，花枝受了伤，你还要赶走花枝？救人家的时候叫人家小怪怪，现在为何如此无情？小乖乖，你还真叫人小乖乖，真是。近日镇上发生命案，多人遇害，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？命案，好多人，树林。树林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快想想。花枝，记不清了，只依稀记得西郊的林子里，许多男男女女饮酒奏乐，好生热闹。那日贪杯，多喝了两杯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也罢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你就暂住这里吧。兴许能帮上什么忙。好，花枝爹会好好听话，保护恩公。师父，他是长尾巴的，我们可能会有危险。他既然知道西郊树林，说不定伤好之后还能帮上什么忙。帮什么忙？谢谢恩公。哎，你看这花色多好看啊！这个料子，各位乡亲，今日是我锦瑟部方开张大吉，初来乍到，还望日后各路乡亲多多扶持，多照顾一下我们这群姐妹。这些布料全是我们从西域运来的上品，里面还有更多，大家进去看一看。这布真好，真好看，太漂亮了。老头，我们也凑凑热闹吧，半价哎。也是，长大了，穿衣打扮也该花哨些，日后也好给你说家漂亮的媳妇儿。师父说的颇有道理，走走。哎，师父，你怎么走了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师父，等等我！你这老头儿。
自己送上门的猎物，岂有不收的道理？哎，这不是那卖酒的朱老大吗？可不是，怎么死在这种地方？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陈棍？前两天我还看见朱老大把他给扔出来，说不定是那人怀恨在心。这朱老大身上一股子难闻的腥臭味。哎，你们说，是不是我们这些年没有供奉河神，他等不及了，就来拿人了？啊！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捕头大人到，让让让让让。哎呀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走开，走开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头啊！您看这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你下来呀，多危险呐！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都不能想不开呀。哥哥说的是哪里话？姑娘，最近这城里啊可不安宁，你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可要小心点啊。啊，那这可如何是好啊。姑娘莫怕，有我呢，哥哥送你回家好吗？走，嘿嘿嘿，小哥哥，我也刚好回家，我送你一程呗。干嘛？放手，放手！他莫不是坏人吧？嘿，我仪表堂堂，怎么可能是坏人呐？倒是你小姐姐，有点可疑哟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
道你不是个凡物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多管闲事！哇，你这太暴力了！小狐狸给捉弄了，还收拾不了你们两个小家巧。你看那边，说的是我吗？哎，这边这边，快走快走！别让老头跑了！追追追！是是是！老头，你给我站住！人老了，陶大夫在家吗？怎么是你？怎么现在才把病人送来？一个姑娘家，怎么承受得起啊？多谢陶大夫救命之恩。姑娘，是何人伤你？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是老家的未婚夫找上门来，喝醉了酒闹事。陶大夫，陶大夫，你去哪儿啊？报官啊。珍珠是逃婚出来的，那泼皮又老又丑，已经给了钱打发走了。你这般大张旗鼓的，让珍珠以后还怎么做人呀？也是，你们自己的家事自己拿定主意便是。我先去抓药。嗯，婉儿。他莫不是喜娘让你带回去的那个小二？嘘，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呆子是否就是幻一族的后人，若轻举妄动，岂不是坏了喜娘的大事？夫人的皮肤白皙，跟这衣服呀，真配呢。是吗？哎呀，这颜色穿我身上会不会太艳了些啊？怎么会呢？跟夫人皮肤真衬呢。哎，今日镇上怎么如此热闹？可是有什么新鲜事？新鲜事儿，衙门的悬案破了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哦，谁呀？哎，听说是那个到处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，但是人没抓住。不过，你这布坊里的姑娘，出门可千万要小心啊！啊。那算什么新鲜事儿？说不定啊，就是衙门找来顶罪的倒霉蛋，刚刚贴了告示，要重新举办河神祭典，这个呀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一个祭典就是大事了？那是当然了，每年河神祭典都会选出镇上最好看的姑娘作为圣女供奉出去，能被选上当圣女，可是一家人的荣耀，
我看啊，你们这布坊里的姑娘个顶个的好看，就是不知道谁能如此幸运了。夫人，别瞎说了，快试你的衣服啊！去去，哪有你什么事儿？夫人且看着，青桃呢再去挑几件料子让夫人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姑娘两日未来换药，伤口要是感染，那可就走。他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？婉儿姑娘，一个女儿家，力气却着实不小，把我这手攥得生疼，手还那么……那么什么？冰凉。啊，看来姑娘体质湿寒，不宜食生冷之物。公子今日前来，可否要买些绫罗绸缎，送给心上人啊？陶某可无此雅兴，珍珠姑娘久未换药，伤口怕是难以愈合的。正巧路过贵府，来看看姑娘的伤势。你瞧，陶大夫可是心系我呢。珍珠，怎么了？嘘，珍珠。他，呆子，你一个男子闯入我们的闺房，成何体统？珍珠，哎，我是大夫，珍珠姑娘有伤在身，我们行事光明磊落，来者何人？我去跟他解释清楚便是。开门啊，珍珠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开门啊，珍珠。Thank you.
接着。啊！我的珠子啊，你陪我。这是你的药，你先喝着啊。谢谢啊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是不是很难受啊？你稍等一下啊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还是不舒服吗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恩公，你可回来了，快过来看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师父，他们症状都大同小异，都说心痛难忍，脉象并无异常，甚是奇怪。来。不哭，拿针来。哦，老头，给。来，这些人发病十分异常，病状相同，我也找不出缘由。恩公，你身上为何有股淡淡的鱼腥味？与这些伤者身上的味道十分相似。鱼腥味？嗯。为何我却闻不到呢？没有啊。那是当然，人家可是天虎，鼻子灵得很呢。师父，这不是？花枝，嗯，快把这东珠磨成细粉。不苦，叫郑捕头速来医馆。好的。哇，这么大的东珠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。哎呦，人还挺全乎啊！老头，你胆子不小啊你！别理他，他是坏人。别怕，有哥在。嗯，老头，你还敢来？看本捕头今天不把你就地正法！走你！哎哎呀！疼疼疼疼！小子，这是你要找的毒。此乃锁心散，是用十种水中毒虫炼制而成。我曾试过调配解药，书中所说的药引东珠也依照古书所说研磨成粉，加入了汤药之中，但为何还是不见成效？哟，小子不错呀，啊，嘿嘿，有两把刷子呀，嘿嘿，我告诉你啊，此毒中多了一股。啊？鲛人血。你如何知道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骗你个头啊！哎，满口胡言，这些都是四姬六域中的传说而已，老头。你可不要听信了这等传言。唉，果然就是这个味道。啊，前辈既然知道此毒来历，必然知道此毒何解，请前辈明示。今晚正是十年一遇的蓝月之日，出镇向东十余里有一池水。此时池中荷花将会绽放，这便是解药洗心莲。洗心莲可洗涤人心，唤醒良知，中毒之人真诚悔过方能解脱。这块古玉给你，放在身上可护你平安。
水清甘甜微凉，一定就是这儿了。这池子怎么会如此熟悉？陶大夫，婉儿姑娘，三更半夜荒郊野岭，难道陶大夫是在等婉儿姑娘？这黑灯瞎火荒无人烟的，姑娘怎么在此地啊？就青桃姑娘一人？可不就我一人吗？难不成陶大夫还想两个三个不成？那岂不是……青桃姑娘请自重，还望姑娘给彼此都留一分薄面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姑娘一人在此多有不便，婉儿姑娘若知道了怕是会误会，还请姑娘快快回家去。婉儿，婉儿，那小蹄子有什么好的？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的人你也敢碰？你的人？飞快上车！今日我更是要定了。青桃姑娘，我早已心有所属，你是断不可能得到我的。婉儿姑娘，我们上前三媒六聘，不可能说我是你的人。姑娘，就你话多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先速速回去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休要杀人！傅心林，小玉儿，你要把自己的傅心林给这小子！你，
要喝。人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喜娘，您醒了，我给您倒口水喝。站住！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去哪儿了？啊，可能是睡熟了，或是开门！开门！把人叫出来！把人叫出来！让开！让开！镇长，这里面都是外族的姑娘，对呀，大家又何必为难他们呢？对呀，可放过他们吧！他们难为啊！二柱子，没事没事。迂腐了，慢点！让我们进去，往里走！哎，让一让！镇长，镇长，这么做怕是不妥呀！不妥？哪里不妥啊？被选为圣女，那是身为女儿身的福气呀！头儿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，是他的福气，就是出事儿，出去。对呀，我们大过临头了，那个是叫什么？啊，难得得一日清闲。哎呀，怎么大家今日都来光顾我这不方的生意？明日便是祭神大典，婉儿姑娘是咱们镇第一美女，天选的圣女。这事儿你答应便罢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呢？能够当选为河神圣女，为大家祈福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。喜娘岂敢阻拦？那就好，我就知道喜娘是个深明大义之人。你看看你们，是不是都虑了？怎么都虑了？还不赶紧回去睡觉？走了！开始就说了。你这臭术士不是夸海口说自己道行极高吗？怎么把人看成这样了？哼，婉儿已经用护心灵给那臭小子解毒了，
一会儿就行，大惊小怪的。婉儿姑娘，这护心林是什么？我就说那布方有古怪，明明就有一股鱼腥味，果不其然，原来他们是鲛族。什么鲛族？哼，你们云隐镇呐，杀了太多的鱼子鱼孙呐，这水里哪有小鱼啊？找你们算账。你对了，不，婉儿已经被选为圣女，今夜就要祭祀给河神了。呸，那里有什么河神呐？你们要是把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啊，那刚好趁了那个喜娘的老妖婆子的意了。婉儿，恩公，婉儿，恩公，恩公，婉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婉儿，那老妖婆还有一棋子。什么？什么呀？幻衣族。为何？那老妖婆手上有一法器，是上古神器幻魂笛。那玩意儿只能是幻衣族后人方能使用。婉儿说了，这臭小子很有可能就是幻衣族的遗孤。哼哼，哎呀，看来今日啊有大买卖了。一箱都落在这儿了。那个呆子呆头呆脑的，可没想到问药看诊倒像是那么回事。没有了护心林，你连三日都坚持不下去啊。终日活在复仇当中，早已无辜无情无望，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婆婆说，此事过后，便将园林还给大家。今日之后，若是婆婆得偿所愿，你便也就自由了。若是失败了，也算是圆了陶然的一个心愿。终归是好事，可惜我可能等不到了。开门啊，不苦！我让你开门，你听到没有？开门啊！你听到没有？老头，别鬼叫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去白白送死的。开门啊！与其在这里备受煎熬，不如让我早日一起随他去吧。开门啊！老头，老头，老头。我们鲛族女儿啊，美艳善良，岂是那些贪婪恶毒的人类匹配的起？婆婆，世人皆有善恶之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……嘘，我的好孩子。那是啊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你身上的宝贝。若他们知道，你这气可成珠，灵可入药，枝可燃灯，他们呢，定会将你剥皮刮骨的。唉，今晚你便是那诱饵，想必那幻衣族的人肯定会来个英雄救美。马上就要祭祀大典了，你听，
外面这喧哗的声音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所有人，你们几个都在兴高采烈地将你送上这条不归路，找抽的你，没有一丝丝的怜悯。今晚这张网能否将这些小鱼儿一网打尽，全都靠你了。老头，你可别想着逃跑啊！送少女，送少女，送少女，送少女！哎，你们一会儿等他们走了，把人来给我抓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可得买个好价钱。圈，什么圈？啊！你是何人啊？让开让开，别挡我们的路。停下过来啊，杀！镇长，大师，你快救我呀！镇长，这可不好整啊！你看，十条小黄鱼，十条！大师啊，大师，你说多少条都行，你得救我！没个百八十条的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是！行，都答应你，这行啊！行。哎呦，快跑啊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我哪知道啊！大家小声点啊，要冷静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陶然，陶然，陶然，婉儿，陶然。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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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然，婉儿，婉儿，陶然，婉儿，
婉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快跑！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，打扰了。看来还是婉儿有办法，竟然能让你这小儿心甘情愿地进入这幻境之中。陶然，陶然，你在哪儿？婉儿，快放了我！你们对婉儿做了些什么？快放了她！哼，这老妖婆想困住我！哼！想救你的婉儿是吧？来，用它就可以让你的心上人和所有的村民都解脱。只有你，才能让他们真正的解脱。不要啊，陶然，这是幻魂笛，能控制人的心智、灵魂，你千万不能使用啊！陶然，陶然，断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要杀妖寡，悉听尊便。你这小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让我先解决了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肖叔，快点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的解脱就是你痛苦的开始。婉儿与我灵月相连，婉儿，你只有心受了伤，婉儿才能体会这种痛和恨的滋味。婉儿，幻境快塌了，赶紧跑啊！是小老头的声音，快跑！跑！爸爸！跑！陶然！婉儿！陶然！婉儿！族人的能力足以你杀光这些该死的人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帮我完成我的夙愿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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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！老头
长断相思，岁岁同。世事情缘，梦难通。